周平凡，我是不是问过你，罗安娜是不是你女朋友？你说不是，所以呢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喜欢她，想让她做我女朋友。罗安娜，你愿意吗？ 我们也玩吧。玩什么玩？成心的吧你！别过来。 对不起，安娜。如果你只是来道歉的，我不想听。我不是来道歉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是认真的。 可是你都不了解我。 我觉得我了解你，但我不了解你。了解一个人多少，跟喜欢一个人没关系。安娜，如果你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感觉，那我就立刻离开。 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赵平凡的鲜花啊？快了快了。你知道吗？昨天就在你那个最浪漫的时刻，赵平凡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扭头就走了。他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？你以为像你啊，跟个电灯泡一样？哎，我追出去是怕你出事儿啊。行，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其实我不喜欢玫瑰花。 林志军还是不够了解我，姐姐，你都已经收到花了，能不挑三拣四吗？我没有挑三拣四。我知道啊，你喜欢丁香花，可是你让一个刚认识你的大老爷们儿，怎么可能了解一切呢？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喜欢我的话，他就应该了解我到底喜欢什么花，喜欢什么电影，喜欢什么。你喜欢恐怖电影，喜欢发呆，喜欢逛街。 还有呢？还有，你喜欢小资情调啊，喜欢晒着太阳，喝个咖啡，然后晚上在海边的月光下听着 blues， 对吗？不愧是我的好哥们儿。
飞也上班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给你准备早餐了，不过没想到你起得这么晚，菜都凉了，马上热一下。谁说的？格雅，你把它收买了。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。嗯，混蛋。这跟他没有关系，都由我来说的。说的就是你，混蛋。 知道你喜欢恐怖片，所以让你亲身体验一下。生日快乐，喜欢吗？我现在不喜欢恐怖片了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浪漫爱情片。 安娜他们正式恋爱了，还是多亏了我的情报呢。哎，现在他们出去约会了，我一个人好无聊。你过来陪陪我嘛。啊，我很累了，改天吧。早上的丁香花。 露天的咖啡馆，这些都是葛雅告诉你的吗？嗯，是。那接下来呢？你就要在这儿默默地陪着我看月亮吗？怎么？我不冷。海风会有点凉的。 你费这么多功夫，就是因为我说过，我喜欢在海边，听着蓝调 blues， 看月亮吗？等一下。 放一。
从前的记忆，我们的心一直心有灵犀，多远的距离也不怀疑，我们的心都偏了一边，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，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线，它要我们一起相恋，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，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，一生才是唯一期限。